李薇薇是吧？说你是小黎叔的妹妹，我真的一点儿也不敢相信。你哥哥身上的优良品德，为什么在你身上连个影子都看不到？你说你是欧阳的未婚妻是吧？如果这是真的，我真的替欧阳感到悲哀。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把你嘴撕了，把你店砸了？薇薇，可以了，过分了你。你有钱怎么？有钱就可以目空一切，无法无天了吗？ 我告诉你，你的钱不是你挣的，是你爸爸挣的，你爷爷挣的，你哥哥挣的。你不但不感恩，你还飞扬跋扈。你应该感恩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应该有一颗敬畏的心。哥，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他在教育我呢。什么玩意儿？你就出来随便教育别人？哎，你们俩脑袋是不是被门给挤了呀？跟这种踹了自己男朋友，然后出来到处勾引有钱人的贱女人在一起吃饭，你们俩怎么想的呀？ 没有人教育你，我教育你。我撕了你的嘴！哎哎哎！老板，干什么呀？快快来，撒腿啊！快快快！不好意思，出点事儿了，改明再来拜访您啊！快快快！ 藤原君，哎，再来一壶。这一壶酒是我请你的，喝完了赶紧回家吧。藤原君，年纪大了就变得啰嗦，会招人讨厌的。すみません，我们已经休息了。哦。 我找他。啊，谢谢。齐云，我们回家吧。嗯。回什么家？我没有家。齐云呐。 大晚上的，一个人喝得烂醉如泥，太不像话了吧？我丢你脸了？如果你觉得我丢了你的脸，我们可以离婚啊！我举双手赞成。孩子们都大了，就算离婚也不会影响他们的，你就答应吧，放过我，也放过你。 好吗？齐云呐，你就死了这份心吧，我不会跟你离婚的。我知道，你不离婚，不就是因为财产和股份吗？
就算我分走你一半财产，我也拿不走你对欧氏的决策权，我不影响你对欧氏的掌控啊。我再跟你说一遍，齐云，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家好吗？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你到底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啊？你是不是要看我死啊？这样的日子干嘛要过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啊？你能不能小点声？这是公共场合，跟我回家。我不回，我没有家。进。欧总，房子的事情已经帮您办妥了，这是租赁合同和钥匙，行李也帮您搬进去了。嗯，那我就先出去了。嗯。喂，是我。什么？理由呢？通知各部门主管，15分钟之后开会。通知欧阳务必到，就是我说的。今天把大家叫过来开这个会，主要是讨论一下欧阳欧副总裁想要开除销售部陈经理的问题。刘经理，你作为人事部的主管，请你向大家宣读一下，公司在有关于劳动合同期间内，用人单位可以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的条款，看看陈经理是否具有被开除的理由。好。严重违反集团规章制度的，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集团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对本单位的劳动工作造成严重影响的，或者经集团提出拒不改正的。欧总，以上就是。好，那请你们人事部告诉我，陈经理在最近的一年工作表现中有没有存在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情况？没有，陈经理一直保持全勤，从来都没有无理由的请假、旷工或者早退。张总，你是销售部的主管，请你告诉我，陈经理在你们销售部的工作中有没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或者给集团造成了重大损失的事情？欧总，陈经理负责的团队一直是我们销售部的明星团队，连续两年在业绩增幅方面超过30%，他这个人我是了解的，对工作既认真又负责，经常带着底下的人加班研讨销售策略，就是这种情况，我个人就见到许多回。陈经理，那就是你最近准备跳槽离开欧氏了？首先，我感谢张总还有刘经理对我工作的肯定。我实话实说，确实有几家猎头公司向我发出过邀请，但是我也一一拒绝了。
我可以公开我电脑里面的邮件信息，还有我手机里面的通信记录。我也接受一切公司对我的正当调查。但是我只想表明一个观点：我认为欧氏是国内一流的化妆品企业，在国际上面也有一流的知名度。所以我一直以在欧氏工作为荣，我从来没有要离开欧氏的想法。谢谢各位。那么欧副总裁，我想请问你，你以什么样的理由要开除公司的这位工作勤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并且忠心耿耿的员工？我们欧氏集团能有今天，靠的是什么？是规则。如果我们滥用职权，在管理中掺杂个人情感和恩怨，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而不把集团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么他就不配在集团待下去。不管你是谁，我都会请你第一个走人，明白吗？明白吗？明白，明白，明白。好，可以散会了。这样带着情绪打拳，很容易受伤的。怎么，你有心事啊？过来，陪我练两招。你有强迫症啊！你还可以再快点。解开我这个锁，
三。说说吧，你到底有什么心事？你怎么看我姐呢？哎，跟你说话呢。你姐怎么了？他今天监狱里一个小小的陈哲，当着公司所有高层的面，让我颜面扫地。说实话，开除陈哲这件事儿，确实是你做的不对。咱先别管谁对谁错，你不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吗？我倒是觉得，你姐最近状态不是很好。他已经好几天没去公司了，而且也好几天没回家了。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你别忘了，我的工作就是负责你们家每一个人的安全。刘经理，鹿岛那边项目进展的怎么样？哦，鹿岛这个项目目前已经搁置了。为什么？今年集团在上海和杭州连续落成了两家酒店，咱们公司目前资金运转比较紧张。据我所知，地铁项目在鹿岛马上就要启动，这个机会绝对不能错过。资金方面我会来想办法，你们不要懈怠，继续跟进。散会。有钱你就可以目空一切、无法无天了吧？我告诉你，你的钱不是你挣的，是你爸爸挣的，你爷爷挣的，你哥哥挣的。你不但不感恩，你还飞扬跋扈。你应该感恩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应该有一颗敬畏的心。说你是小黎叔的妹妹，我真的一点儿也不敢相信。你哥哥身上的优良品德，为什么在你身上连个影子都看不到？留学，乖乖的把那四年读完，不打扰你，不烦你，我一回来你就娶我。我说过吗？你要是没说过，我干嘛去日本呀？还一去去四年，毕业证在此，四年我读完了，现在我回来了，你别想抵赖。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呀，
说你是欧阳的未婚妻是吧？如果这是真的，我真的替欧阳感到悲哀。没有人教育你，我教育你。就是林美雅，很高兴认识你，我叫黎东，是对面小饭馆的小老板，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招呼我，好吗？谢谢，谢谢你，黎东哥。哎，差辈了，差辈了，你怎么能叫他黎东哥呢？他是我刚认的小兄弟。要不这样吧，你就叫他小黎叔吧。好。我看行，那以后你就叫我小黎叔好吗？谢谢小黎叔。不客气，林妹。这天怎么这么热呀？啊，大爷，这菜市场离这儿远吗？这林美雅买菜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啊？她有男朋友了，人家从小一块儿长大的。欧阳，来了。你们怎么来了？啊，我今天来是想请你吃个饭。请我吃饭？那怎么？救命恩人请你吃饭，你也不乐意啊？哎，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是有什么事儿找我吗？哎，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想跟你聊聊你前男朋友陈哲的事儿啊，顺便想正式的邀请你当我的秘书。当你的秘书就算了吧，不过陈哲的事情还是可以聊一聊的。你等我一下，王爷爷，这些菜放在这儿了啊。嗯，走吧。走，王爷爷。
哥，再见了。但愿下辈子我还能做你的妹妹，请你好好照顾咱爸妈，替我跟他们说一声对不起。吃什么呀？你们俩都快把碗吃了。展龙，你给他要一份去。行了，别吃了，大碗呢？哎，说吧。什么？你不是说要跟我说陈哲的事吗？嗯，陈哲的事，我一会儿跟你说。我先跟你说另外一件事，你不是要来我们公司吗？那你去研发部跟当我秘书有什么区别啊？而且当我秘书有很多好处的，你知道吗？很轻松的。我学的专业是美妆产品研发，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天赋和实力浪费在给你端茶送水送文件上面呢？好，那你跟我说一下我们公司的产品研发部在哪？等我去上了班，自然就知道在哪层了。哪层？公司的产品要不根本就不在本市，你不知道啊？不在本市？哎，你看，我就说你傻吧。产品研发部难道人事部没有告诉你在苏州吗？你从欧洲回来就是要好好陪陪你爸的，对不对？你就这样去了苏州，那跟欧洲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干嘛？你不会蠢到认为连这事我都在骗你吧？那谁说的好啊？回正题，说陈哲。啊，说陈哲。你看啊，你跟陈哲20年的感情，你这才回来多久啊？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分手了，你真的甘心啊？就是觉得吧，20年的感情啊，人生能有几个20年啊？再说你们两个又是从孤儿院一起长大，就这样的感情基础，你真的就相信他所说的？干嘛？啊？不是你让我说陈哲，你干嘛呀？你别这样行吗？我找你。没事没事啊，求你了，别走。微微，你能不能不要笑？到底出什么事了？告诉我。哥，我真的不想活了。你也不用劝我，事已至此，你就让我去死吧。什么叫不想活了呀，微微？你能不能不要胡说八道？你别吓我好不好？有什么事情好好说。我现在在去找你的路上，有任何问题坐下来咱们好好聊聊。出了什么事儿，哥都可以帮你解决，明白吗？不许胡思乱想。喂，微微，微微。
微微，微微。干嘛点这么多啊？给你赔礼道歉，赔不是呗？我也不知道你想吃什么，我都拿过来了。你还想吃什么，我再去给你拿。刚才你最喜欢吃的麻辣烫，你也没吃上，全让我给吃完了，还把你弄哭了。对不起啊。我喜欢吃牛角包。哭啊！牛角包太难吃了。那你别吃这个，我给你吃这个，这个粉的看着就好吃。不了，我都已经吃了，我也把它吃完吧，吃不完就浪费。我向你道歉，刚才是我不好，没有管理好我自己的情绪。对不起，好了，我们继续吧。继续什么？继续说陈哲的问题。大姐，你别逗我了，我刚才跟你说一下陈哲，你差点没把我整疯了。我以后再也不提陈哲了。生活中我有的时候反应挺慢的，我刚才才细想了一下，你说的一些话还是很有道理的。我跟陈哲在一起这么长时间，忽然一下就这样了，确实是有问题。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希望你能帮我分析分析，对吧？但是我跟你说，陈哲，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保证，我保证不会再像刚才那样了。好，你看啊。陈哲，三年前以助理的身份进入公司，他在学生期间的履历和毕业院校，说实话并不出色。就以他的学历背景，我觉得不可能这么快就升为经理啊，除非他后台够硬。但是他是什么样的身世和背景，这不用我多说了吧？他仅仅用了三年，就升到了销售部经理的职位，这在整个欧氏都是绝无仅有的。你是想说？陈哲背后有靠山，
否则有太多的问题都是解释不了的。那为什么不能理解为陈哲靠自己的努力爬到了现在的位置？自己的努力？谁不努力啊？啊？你告诉我，在欧氏工作的员工谁敢不努力？我说你是不是傻呀？他陈哲一没资源，二没背景，他凭什么有那么硬的后台啊？最重要的是，你才刚回来，他就急着跟你分手，为什么？好，就算陈哲有后台，有背景，那又能怎样呢？这背景也得分个男的女的呀。女的，他一定是趁你留学的时候，在外面找了一个有钱有势的女人。那我真是高估你智商了。你脑子里每天装都是什么呀？你是怎么从大学毕的业的？啊，大姐，你看啊，你要是他心里没鬼，他为什么在欧氏三年，你却一点都不知道？他就这么忽然急着跟你说分手？为什么？他说是你林美雅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啊。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你就这么信他？弟弟今天演这么一出啊，其实是个信号。欧氏集团哪是他欧阳说接手就能接手的？他知道公司高层一定会反对，所以才用那么极端的方法来树立威信。我太了解欧阳了，他虽然平时吊儿郎当惯了，但没什么心机，对公司的事情也从来没有上过心。人是会变的嘛。你想啊，欧氏的继承人不是你就是他，面对这么大的诱惑，你那么肯定他一点都不动心？况且这十个指头还有不一样的粗细，你可别忘了，你不是欧长林亲生的。而且，我已经知道那个女是谁了。是谁？跟陈哲有关系的女人一定隐藏在集团的高层之中。谁？
见。